我今年五岁，我的兴趣是打篮球和打羽毛球。一起发声！我今天要唱的歌是《在耶稣里，我们是一家人》。Tú
一下给里斯多，达斯多鲁马哈嘎达，在耶稣里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嘎达，我们。嘎达，我们。嘎达，我们。学会了吗？我是谢嘉诚，我的族谊名字叫呼颂，我今年七岁，我的兴趣是打篮球和扯铃。一起发烧。我今天要唱的歌是回家吧。
回家，咕噜妈回家，咕噜妈回家。刚刚我们听到了那首歌《咕噜玛哈》，《咕噜玛哈》后面加一个 A 的时候是一个祈使句，回家吧。那么如果是回家的话，就是咕噜玛回家，咕噜玛回家，咕噜玛回家。你学会了吗？大家好，我是谢嘉诚乌松，我今年七岁，我的兴趣是打篮球和扯铃。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变成独角仙。夏天到了，天气非常热，拉布看到两只喇喇蹦在打架，拉布把喇喇蹦放在手上看，独角仙的壳又黑又硬，在阳光下非常漂亮。拉布问吉娜：“嘎达可以养喇喇蹦吗？”“
我想带独角仙古鲁玛。吉娜说，那你要好好照顾他，不能让他死掉哦。拉布带拉拉布古鲁玛哈后，帮拉拉布做了一个新家，在一个透明的小盒子里面还放了树枝给独角仙玩。拉布说，我也有很长的脚，我们来打架吧。吉娜立刻阻止拉布，他的脚会断掉，不可以用树枝戳他。拉布继续看了拉拉布一整天。拉布说，独角仙睡着了吗？怎么都不动。吉娜说，对啊，天很黑了，你也该去睡觉了。拉布带着拉拉布进房间，跟独角仙说晚安后就睡着了。拉布睁开眼，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拉拉布。拉布好奇观察四周，很紧张地说，这是哪里？这个房间好小。突然有个东西从天而降，在刺他。拉布说，啊，是什么东西在刺我？可恶，快走开。拉布用力地想飞出盒子，但是飞不出去。拉布一边哭一边说，我想古鲁玛哈，我想吉娜。拉布吓醒来了，原来独角仙很想古鲁玛哈。隔天早上，拉布带着独角仙去找吉娜。拉布说，吉娜，独角仙不喜欢这里，他想古鲁玛哈。吉娜说，嘎达，一起带他回树林吧。拉布跟吉娜把拉拉布放回树上。拉布说，嘎达好像做了一件很棒的事耶。我的故事说完了，谢谢大家。哇，刚刚我们听到了故事里面就是有长脚脚的那个昆虫，在我们的主语里面是拉拉布独角仙，拉拉布独角仙，拉拉布独角仙，拉拉布独角仙。我们再唱一次，我们再唱一次。在耶稣里，我们是一家人。Feliz
好，我们今天来一起练习主语单词。我们先练的是 gada， 我们 gada， 我们 guluma， 回家 guluma， 回家 lalabu， 独角仙 lalabu， 独角仙，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很好。那咕噜那嘎达，一下给你嘟。我怎么又技术犯规了？我的限制是。你爱唱歌，我爱。等我想，我想一下我的兴趣是，因为我有很多兴趣啊。有时候有时候没有，然后你只配了两句，你应该有三句吧？不是，我说这个配角完全没有在配啊。大家，我不会跑很快的啦。好。